Hello， 大家好，请。那么今天就来一下我们的随便聊随便打环节了，好不好？那今天的话呢，一样继续来打一下五点半打完之后的这个三星的这个钢铁敌人盖一大堆种族的这个敌人的关卡。这关卡其实真的挺麻烦的，因为你必须吃一些这个彗星一级的这个东西啊。那大家看到这部影片的话，一样是我们这个2024年这个1月1号的这个最后一部影片，不是最后一部影片，对啦，今天的这个最后一部影片没错了，好不好？那就还是祝福大家这个。新的一年能够开开心心，好不好？那通常啦，我觉得游戏的话，应该是在2024年的这个1月1号的话，应该会有一些活动。只是因为陈明这边的话是12月31号，我是这个过去人，好不好？所以我这边还没办法拍新的东西，但是明天的话一样会有新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哦。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来打一下真传奇关卡，继续打。然后这边是这个沙铁海滨公园，就是那个大火球了哦。好，大火球就用原本的这个队伍来对抗一下。重点是这关，如果你不赶快先杀掉这一坨拉古的这个海马哦，真的来的是非常非常可怕，非常非常的凶猛啊。然后我这边的话，这一次好像没有带那个连组。我后来我觉得自己的那个比较后期的这个队伍搭配，都一定是会带那个国雄跟那个飞脚猫他们那个套组的哦，因为已经很习惯了这样。陈明可能要先出个白污垢吧，哦，白污垢必须先缓掉这个海豹。我的天啊，老哥，这只海豹有点狂啊，这有点麻烦了。你看这古兽这边真的没有任何表现的话，就是直接被打烂的份了，那没什么好说了，直接 GG。哦，有，我努力慢慢锤啊，但我不知道他这个彗星一直锤给谁、欸，我是希望他是锤给那个啦。这个海豹了，我觉得目前来说，真的大家如果要打那个海豹的话，可能真的都还是必须要运用一下，就是那个谁、啊，运用一下就是我们的那个白污垢来缓速，不然真的是没得打。来了，七帅帅，五点半表现得很好，现在呢，依旧表现得很好，可以，连打几下，再一次会心急。有，但是打到的是海豹，再一次，他打到的是海獭了，比较可惜。来，哇，现在进到那个无法被打到的地带了。哦，有，这个肉骨兽这边也表现得很好，拜托快锤！哇，完了，这一波这个压倒性让那个打到塔了，要没啦，各位，这个搭配真的是很机车啊，我只能这样讲，那没办法。没办法，但是我现在目前来说，真的得打的话，就是必须那个白污垢加那个白污垢加我们那个谁啊，白污垢加我们就是那个七碎碎连线，这是最稳的。好，那你们知道怎么样吗？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还是得靠连组啊，各位，这连组还是必须的啊，没有那个连组真的是一次，甚至是不知道被按住嘛，你知道吗？真的还是用一下连组。2023年，我真的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应该是2023年开始用连组的。我真的觉得这个，这三只是我们这个2023年的大功臣啊，好不好？我决定给他们这个表扬一下，真的很棒，好不好？我觉得很行，没问题 ，Go！ 来喽！呦呦呦 ！Go！然后白污垢先出，你看有这个连组之后就舒服多了，而且我们这边是可以再加个这个七碎碎的，你看缓速之后来补一个，再一个彗星级，哇，这有点偏尴尬，是这海豹一直在往前走啊，走你个大西瓜，一直走。走到那个七碎碎打不到的位置就很惨了，没关系，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杀手锏，飞准哥，哇，我要先把这个加速关掉了，准哥，拜托了，准哥，完了，这一波这个岛又被他，哎，好像没有，不是啊，他为什么都可以走那么前面啊，是海豹犯规哦，完了，又被打到了。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要放那个能够击退钢铁敌人的，应该会比较好，好不好？对，应该要击退钢铁敌人，再加个缓速，再加个那个七碎碎，他两下火球我就没了，好不好？那两下火球我就没了 ，GG， 太惨了，好不好？没事，这边的话我看一下哦，要再换一个能够扛钢铁的吧，对不对？
不要拉往前走啊，各位，不要拉往前走，刚给敌人，然后有没有什么击退的？不然就是暂停吧，不然用个暂停怎么样？暂停，然后再加缓速，然后看看我猫这边下来好了，用这个方法，反正我们还有飞脚猫可以出，去跨麦机嘞，来出去，来来来，然后这边走起690，咱们115。Go go, let's go！ 拜托啦！然后5200，没问题。完了，这边好像又没办法了，因为你看你这样打，没有钱可以出七岁岁了。刚这样好像花太多钱了，铁定花太多钱了，没办法。哇！他就会一直疯狂推线这老哥推得很推得可凶了、啊。我觉得可能没办法出那个谁啊，没办法出乌拉圈猫了。出乌拉圈猫有够亏了，现在还是得出。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是因为我刚才出东西的时候，我就断了这三个这个炮灰盾，断了之后，然后就没办法再补。然后我们应该要用那个谁啊？用真田幸村来刷刷一波之类的，快4050，走起！来啦，彗星一击一下，然后彗星一击第二下，然后彗星一击第三下。哎，不行嘞，直接被那个嘞，直接被掠过了。哇靠！这个白雾够这个迟缓，让他又有升级了。而且你看，被七岁岁打了那么多下还没死啊，各位，太扯了吧，这老哥，真的扯，真的扯，真的扯，哎，还没死哎，哇靠，怎么这么硬？怎么这么硬呀、啊？完啦，太扯啦！我想一下啊、哦，好，那这个可以让他下去了，然后这样子的话，好像。偏尴尬哦，还是用水喉炮，水喉炮才一等哎，用铁壁炮好了，好不好？然后我觉得这边的话应该是可以缓速再加一个暂停，怎么样？时空女神，那个该来表现一下了，用时空女神跟那个白鹿来一个双连击，然后但钱不知道够不够，我感觉钱会超不够的，你知道吗？钱一定超不够，先出击，先出击。钱会不够耶！我的天，我的老天儿啊！老哥，你下一次一定要出，我觉得可以出准哥哎，准哥拼一波，因为我觉得七岁岁的那个距离好像稍微有点偏远。我靠，没办法哎，不是啊，准哥，拜托啊！我那么信任你 ，nice， 但是，哇，这下打的好像也没有很重，完了，完了，全都完了，再见，呜，拜拜，来一个时空女神，哇，没有办法，她一直在往前啊，老哥，哦，有，果然还是得靠暂停吗？拜托，暂停跟缓速一定要有效果啊！暂停跟缓速，有，新地，再一个，哇，欸，不是啊，又被他打到啦！我只能说这海豹到底要有多少血啊？好，不管了，我们要开杀手锏了。既然这样没办法，那我们只能。使出杀手锏了，那就是麦克斯，走起！然后麦克斯，我们应该要把那个连主拔掉的。哇，说真的，这关好烦哦。但这个连主确实是帮我很多了，所以我这个2023年最该感谢的就是这个连主，好不好？除了感谢我的观众朋友们，大概就是要感谢这个连主，这个连主真的是太好用了，太好用了，好不好？太好用了。不行欸，这个
完全扛不住哎、欸，完全 hold 不住哎、欸。再一个，我们只能祈祷就是初期的时候可以赶快打多一点。鬼心一击，老哥，有一下了，终于有一下了，妈走不过来，再暂停，拜托七岁岁，哇，七岁岁，今天是不是手感欠佳、啊，老姐，怎会如此？哦呦呦呦呦呦呦，再爆一个，再爆一个！有，再爆一个，他怎么都打不死啊？哎、欸，还没死哎、欸，他已经被彗星一击这么多下，居然还没死哎、欸！我靠，我只能说这个海豹太狠啦！终于死了，终于死了，各位，终于啊！我的天哪、啊！加油加油！让他走过来，虽然我也不知道铁臂炮到底是不是有帮助啊，但是我觉得至少这一次，这个时空女的暂停再加那个回过缓速，应该是效果显著了，好不好？我只能说，拜托快把这个海豹给打死！那钢铁敌人除了紫电河马以外啊，我真的是最讨厌的就是这个钢铁海豹了，因为它是真的很难搞啊，各位，莫名其妙的难搞，你知道吗？那莫名其妙就是。很硬啊！又往前，完了！不会吧？不要哦！不要哦！不要跟我说要出事了哦！快打死他！拜托啊！七岁岁，我觉得今天七岁岁的这个手感有点偏冷，但我觉得他应该已经努力了。完了完了完了！不能玩！哎呦呦呦呦 ！Nice nice nice！ 哦，终于！哇靠！我的天哪、啊，这关，这关也太恶心了哦，各位哦，而且打完那几只，我怎么打？还有，先别掉了，已经还有第三只，我靠！而且那个不死敌人来了，哇！不会吧？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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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觉得完蛋了，白痴哦！蹦出这些不死敌人。我要 GG 了，太扯啦！这只真的太扯了，我的天哪！哎呦喂啊！哇靠！